各位亲爱的贵宾，欢迎您来到2018年台湾灯会在嘉义，这里是宗教灯区，我们是来自彰化鹿港台湾护圣宫，通共的主神是妈祖，也就是仁慈天后婆雷玛。在今年的灯会，台湾护圣宫以及台湾玻璃创意团队共同打造耗资千万的通天柱。通天柱在灯会最主要就是为了要庇佑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并且庇佑所有的民众来到灯会能够阖家平安。欢迎大家来到台湾护圣宫灯区，进入通天柱，接受众神的赐福与庇佑。通天柱的四周有着四神兽守护着，通天柱的出口与入口有着四大天王看护着，让您从风调进来，离开从此雨顺。在通天柱的第一层外墙有着八仙，在第二层有着台湾护圣宫白天的景观以及晚上的炫目。在通天柱的第三层有着道教最高的五位女神，有瑶池金母、至尊地母、骊山老母、九天玄母以及准提佛母。在第四层天外天有着三宝佛、三观大帝以及三清道祖。最顶端，也就是第五层，抬头仰望，看到骊山老母就是护生老母，就是气质，就是道教的最高级别，尊天福佑，救天天佑。整个通天柱最顶端有地支，最顶端有天干，通天柱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天庭，希望所有的民众能够让台湾护圣宫灯区进入通天柱，接受众神的赐福庇佑。在今天，台湾护圣宫仁慈天后婆雷玛也带来了纪念品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来参拜妈祖，向妈祖请求，妈祖庇佑您，送您福气，庇佑您有财气，并且利用您有好姻缘，妈祖更要赐福您今年旺旺旺。你这样不太空了。